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视频之国际形势。今天是2024年1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下午时间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对于昨天在约旦啊境内美国基地遭受啊约旦啊就是伊朗提供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打击啊，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什么消息？说啊，造成约旦美军士兵死亡伤亡的无人机能够突破基地的防御工事，主要原因是啊，这个它居然被美国的防空系统识别为是一架美国的无人机返回基地，等于说混淆了，最终没有识别出这是伊朗的无人机，就导致啊对美国的这个基地进行这个打击啊。这个里头暴露出很多重要的信息在里面。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昨天做节目实际上就已经说了，这美国的防空系统那绝对是啊很严格的，这次绝对是伊朗啊支持的力量以及中俄啊绝对中共在后面的背后的力量的支持，它能够突破美国的防空系统，这已经是了不得的。这个突破一定是有特殊的工具或者特殊的能力，这个能力今天啊被《华尔街日报》揭露出了一点点啊消息出来。这什么呢？首先啊，这个无人机它所有，你要知道啊，美国的防空系统天上飞的这些无人机，它第一识别，它要发送各种信号，就说白了就是打招呼，是吧？要突破你的防空系统，你必须得啊，比如说要传送密码呀，然后回去识别，就是说白了就跟他打招呼一样，对口令一样，是吧？各种秘密的口令，这个口令居然被啊伊朗这个一个小的支持的一个圣战组织，他能够破获吗？那是不可能的，他没这个能力啊。居然可以啊，在这个对口令的时候，可以啊把美军的这个口令居然给破获，然后当成啊这个美国的防空系统啊，美国的无人机。这里都有很多种可能啊。第一就是，哎，有很多种可能，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美军基地肯定有特务，是吧？就里应外合。被他们渗透了，这是一种可能。说白了，就把相应的啊这个口令啊，或者是啊，因为这里头有牵着几点啊。第一，你的通讯的频率，通信啊，就是你这个无人机跟地面之间通讯，它有频段的，那都是加密的啊，是吧？它知道你的通信的频段，这个频段的话，那你的芯片你必须得和别人对应的上。同样的芯片，第二，然后还因为这种一般这种啊口令它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它不断变化的，它居然能够啊快速啊获得这个口令，这是第二点，是吧？第二点。第三点啊，这个为什么说啊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有特务，但是特务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啊都是计算机，说白了都是人工智能快速处理的啊，这个计算机系统来做的。这个里面后面啊，它要第一，它这个无人机，它这个通信协议上，通信要和美国的这个通信的芯片完全吻合。第二，发送的信号就是频率频段，它要快速识别。第二呢，要快速破解它密码啊，破解密码，就是要对美军的这个握手的密码要能够快速破解，是吧？他肯定也是啊试探过很多次。这个快速破解密码一般是要强大的计算机，就比如说啊超级计算机在背后才可以破解得了。所以这里面牵扯的几点你看没有啊，它这无人机水平很高，它不是简单的那种
那么就是刺杀性的在市面上买到那种便宜无人机，它是一种绝对是高级的，可以和卫星直接通讯的啊。这里面背后牵扯的很多技术啊，通信说白了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啊，在这个事情上后面有一种啊强大的啊这个计算能力，帮助这个无人机破解这个它的整个的啊军事的通信的频段，以及军事通信的密码，握手的密码，否则它不可能能突破美军的防空系统。这里面，所以啊，现在说是伊朗干的啊，说是伊朗，但是我觉得伊朗没这技术，根本就没这水平，是吧？这因为要超级计算机在后面啊，俄罗斯都没这水平，只有中共国，我告诉你啊，只有中共国，这里头牵扯的是吧？因为这里头肯定还调用了中共的卫星啊，卫星在上面，然后通讯卫星啊，然后快速的，它因为应该不只是一次啊，它可能试过很多次，有些都失败了，然后被击毁了。它试了很多次以后啊，把这个密码给那个，所以这个现在对美军来说啊，这个危害比较大。说白了，就是美军。美国现在啊，在无人机这个防空系统上，可能要立即更新，或者说啊，要这种破获密码的事情，在二战的时候一样的，美国当时就把德国的密码给破获了，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啊，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所以很多很震惊啊，你怎么看啊，林女士？对这种像无人机这种卫星通讯跟频段密码这些，这个都是要非常了解，而且是非常技术性的，包括是连接这种超级计算机，还有连接这个通讯卫星的。那这个当然是一般人是不太能够了解，但是它这种科技，就像陆德先生解析的，就是它就是有它的漏洞了，所以它才会跟着以为是美军的无人机回到基地的同时，然后进入到这一个美军的基地里面，而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就像陆德先之前分析的，就是它会不会是里面也是有就是特工人员或者是间谍，然后去把这样子的机密的这种通讯的密码或者是这个频段去给泄露了，或者是真的就是像分析的，就是中共他就是一再一再的去试这个频段，然后才破解有这可个能密他码，这个他这里黑客他们的这是个主控电脑啊被他们的是。特植入了这个病毒对，或者是里应外合，这有对，可能。是，对，我觉得这样子的是比较有可能，因为你这种是这种频段的话，一定是要非常长的时间才可以。但是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比如说包括哈马斯的那种对以色列的攻击，到现在这个伊朗入场的这一段期间，其实也只有大概四个月左右。那这样子的时间，你要去测试这一些频段密码出来，其实也是相对不容易的。我相信，就是等于是都很多的那种超限啊、缴获啊，或者是陆子轩讲的这种黑客的技术啊，这个都会混杂在里面的。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可能就是还要再更精密的去筛选，这个在基地里面的这些人员的各方面的状况，这个是自己一点感想。陆德先生，谢谢。还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就是阿富汗之前撤军的时候，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一大堆啊美国的装备，包括无人机都在那里。那无人机肯定的，阿富汗塔利班第一时间给他交到中共国去了，中国他们就开始破解了，知道吧？啊，把这些东西破解以后，然后再结合啊中共国在美国啊里面的这些。啊，这些渗透的这些特务，然后里应外合，是吧？这很有可能，我跟你说，为啥？因为这个
中共一直在盯着美国，啊，各方面在美，你不知道他现在在这方面，他在哪些地方，他给你植入了东西。就说白了，就过去几十年，他一直在埋伏在啊美国的各个地方，是吧？你不经历这些事情，你就不知道。说实话，不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不经历这种战争出事了，你才可以知道哦，原来这里头也有中共的人，那里也有啊。但有一点，就这绝对啊，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伊拉克的圣战组织，他这个小破组织，他绝对没这个能力啊，至少是伊朗啊。但为什么说伊朗他没这个能力呢？因为伊朗，美国对伊朗啊，所有的人都盯得很紧，过去几十年啊，基本他没有机会渗透到啊美国的各个部门。俄罗斯也没这个本事，为啥？因为美国在前苏联冷战时期就对俄罗斯啊，前苏联的这基本上都是盯得很紧，他不可能有机会深入到美国的啊各个最核心的军事的，特别是搞这方面的。只有中共国，啊，过去几十年，很多地方啊，美国打开了门，让他去渗透，包括英国，是吧？英国军情六处都说了吗？是吧？黄金时期啊，中英黄金时代，是吧？那很多都打开门让他们来那个，对美英国的巨大的杀伤力伤害，这就从那个开始，是吧？所以为什么这个《华尔街日报》那就暴露了？这里面，他这个打击不简单啊，不仅仅是伊朗，绝对是中共在里面，绝对的啊！就通过这个新闻，你就可以看到，你要知道，能把美军基地打穿，造成美军伤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网上有他的那个基地的那整个覆盖的整个的一个图，他的防空系统，画个直径的话，那都是几十公呃十十几公至少几十公里啊，十几公里至少几十公里啊！居然啊能够穿越他的这个啊，这绝对不是小事。这美国啊，现在他几条路，一个是研判啊，因为他要立即，因为他如果一个基地打穿的话，别的基地就要立即改进啊提升啊，这个东西事情就很大，别的基地它也有可能被他们打穿啊。所以昨天我们说这个打穿的事情。没这么简单啊，因为啊，说白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假片偷啊，这个偷骗这个事情，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杀伤力太大了。你怎么看啊？分享一下。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进一步去结合整个为什么军情六处它要披露在卡梅隆时代的这个受到中共国这么样的渗透。其实美方它之前的这个报道，我们也知道，美方也是相对的受到中共国的这种渗透是非常的严重，因为都相信中共它是会慢慢的转往这个民主资本的这个道路去走的。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会演戏了，就像之前嘉宾讲的，其实中共它一直没有变的，就是要打趴美国，打败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个它是一点都没有变的。所以，这种对于这种九层妖塔、十面埋伏的这种暗战，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中共的长项。所以，但是这个披露了也好，就可以在这一个层面去做一个另外的一个改进跟防堵，而且也让美方或者是其他跟中共国有非常深入密切交往的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是澳洲、纽西兰啊、加拿大这些国家会更警惕，而且会更全面的来审视自己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漏洞网，有哪一些其实都是被中共暗中的去渗透。那这个都要借助五眼联盟，林女再士，加你上记不记欧得洲的，之前美国抓了两是。个特务嘛？一个是在航母上，是吧？在准航母上，那个人就是里面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他把这个电气图、配电图，所有的东西都传给中共去了。你想，这个基地里头如果有一个中共的特务，他把这所有的东西一样的，他也可以发给中共，
是不是？中共在这个对基础呀，上对呀，对呀，拔川，那是很容易是，的。我跟你说，这对，完对全有对对，可就能。是这个意思，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个，他们还要再去做很，所以我刚才说要对基地人员的背景再做一个筛查，各方面的。陆德先是的，生，谢谢。所以啊，这个是啊，这个《华尔街日报》爆出来的，所以牵扯的事很多，暴露出啊，就这事绝对会升级，节后一系列对中共的啊那个认识啊。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不要了，点赞分享，谢谢林女士，谢谢诸位观众观看，再见。